芭蕉越长越小，越长越小，本来只有一颗的位置嘛，然后变成二十颗，是这样的。我们香港真的这么小？我们是外行人，在胡搞乱搞啊。我的计划是利用这样，好，这样慢慢的开垦上去啊。都是嘛，地都是你们的嘛。对啊，那你有割草机吗？我有那种油啊。喷。这个割不完啊，你割啊，一个礼拜又出刀。对。只能从这边动刀。对，这边切刀，底下切刀，一个开口又，他就刀刀刀刀刀又挡住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矮了又呢，你再直接这样割，对对对，缓冲一下，对。不用找个人帮忙从这边就砍，干嘛？不用了，当然，要用这种刀哈，那个太粗了，太粗了，这样拿。等一下，不要被香蕉压到哦。有一个切口，快掉下来了。金蕉岭喷到，金蕉岭喷到洗不起来。还不错。好，完美吧？没有拍下来呀。对，就给他拍照拍起来。小心手。真的是，真的漂亮的。对啊，你专门的用香蕉都没有让香蕉碰触。那你这个哈，就是说切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有一种切法是切一节，那有一种切法呢是只切这里。对。那你拿到它哈。对，这个开辟出来，提供人家去种蔬菜哈。